现在来分享另外一个点哈，就是阿元在硕士论文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说，阿元硕士论文是做那个做纳豆菌的。好，那我就去 PubMed 去搜寻了，像这个是第一作者，这个是不好意思，汤匙啊，恒哥，好来，这个是通讯作者，因为他打了一个星号。好，那现在其实 PubMed 都整理得很漂亮，就把这边这个东西通讯作者，他可能是对这个议题长时间的投入，所以呢，来麻烦把这边打开。好，开新页到这边去，那这一串就是这个作者。那外国人的好处就是说，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，他们姓跟名重复的不多。台湾姓陈的 11%， 对，那这些可能就是所有的事情在这个地方。哦，而且他全部都是那个开放式期刊，那有可能看到说，哎，他除了零之外，他可能有其他的，什么？Adult dietary patterns will increase the bean 哦，有这些，所以他不只研究磷，对不对？他研究很多的主题嘛。好 ，OK， 有没有看到这边写 third 三世，拿破仑一世、二世、三世有那个嘛？就是那个我们讲，那个我都没有搞懂过。OK， 来回到在上面的第三者左右，好，一二，来这边是什么？他的回复。对，那趁机会教育。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有人对他在2013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对他，我们等一下再看哈。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 Hershey？ 赫喜巧克力就这个字。我不常吃巧克力，我喜欢吃，但很少吃啊、哦。就是说，有人可能对他们做了研究，有一些不同想法，他就会这边会回应。对，好了，你打开来看。好，打开来看。然后呢，那个来放大，谢谢。哎，然后他会告诉你说。Comment on 这边有评论某一篇文章，然后他有那个 question regarding nutrient profile system， 会有这些东西，这我不会翻译哈，就是 profile 营养素概况的那个哈，然后他就点进去问他的问题，他的回应是什么？在这个地方，很抱歉哈，这是我自己读来的，没有老师跟我讲过。台湾啊，我录影我就不评台湾哈，好，就是。其实真正的论文教育训练应该是全套的，但是有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教材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在台湾里面，我的状况属于中下等，但是老师们有没有办法花时间把这些东西都读过一次？那也有论文被撤退的，被撤销，因为作假，或者有问题，有发生过，都发生过，但是老师不会跟你讲啊，赶快去做实验，你什么时候毕业啊？所以我非常讨厌台湾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刚好机会教育哈。OK， 好，来，